Boss 哥 Boss 细哥大佬唔好以为香港地方细细就冇嘢玩。香港嗰条寡妇黄师奶佢生前好够鍾意收埋啲化石。佢刮柴之后屋企人就起咗个公园嚟纪念佢。Abraham, 亚拉罕细佬如心化石公园响佛历2556年6月16日礼拜日开幕。占地成80000平方英尺，里面除了中捻了好多绿树以外，有两个蓄水池，拉两个喷水池，梅花间竹竿展示成100嚿小甜甜的化石藏品，其中有6嚿仲是非睇不可。Boss 哥，细哥，大佬，成6500万年历史开花植物的硅化木石，浮云状纹理的硅化木石。全长25米的木化石，比铁锈氧化咗的啡黄色木化石，比河水漂到远方至变成的木化石，梭罗树的木化石。Abraham， 亚拉罕细佬，除了你讲过六嚿石，佢哋有个小舞台俾人唱嘢，有四排大理石凳俾人坐，夹埋可以坐108人。又装咗316块太阳能电池板，话可以每个钟电发30度电嚟洗。串嘴到话就算每日俾太阳照5.5个钟，就已经可以悭翻成9立方米二氧化碳排放咁话。Boss 哥，细哥，大佬，呢个如心化石公园唔使俾银纸嚟入场。佢就向新界荃湾洋屋道8号如心广场入面，每日之后早10点开到夜晚8点，搭捷运响荃湾站起出口要行架空行人天桥成500米，荃湾西站 D 出口就行100米。